哎，舒涵，你怎么会建议我们来日月潭野餐呢？舒涵可是我们南投县的亲善观光大使呢。我们南投啊，就是好山好水，除了有世界知名的玉山国家公园、溪头、山林溪之外，还有很多素有盛名的景点，也都很值得一看。日月潭就是其中之一。舒涵，我猜不仅如此吧，你一定还有很多私房景点呢。沿着浊水溪和乌溪这两条河流遍了全南投，有很多好看的风景可以看，也有很多好听的故事可以说。舒涵，你这么专业，以后如果朝这方面发展，一定会很有成就的。振华，班导要我们回去分享经验是要说什么啊？从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科，到现在的学习心得也都可以啊。介绍你科别的特色也不错。那我们趁等一下野餐的时候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好啊好啊。福君，跟着你永远不缺吃的喝的，看来你念餐饮科真是念对了。当时我从教育部出版的《看见群科，预见未来》这本手册发现，我们县内的同德家商餐饮科蛮不错的啊，并且我去参观了我们头二区高中职的联合就近入学博览会，我觉得他们的师资设备都蛮棒的啊，而且他们有跟一些餐饮连锁集团建教合作，一二年级在校上课，三年级直接进入那些公司就业。现在读了快一学期了，懂了一些 mega， 还想请舒涵一起为我们家的糕点做广告呢。哎，舒涵，不错哎，你画画好又有 sense， 将来如果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一定会很成功的。那你现在念得如何啊？我们南投高中美工科的学长姐在业界风评都很不错，继续升学的也很多啊。哎，舒涵，你知道优荣学姐吗？知道啊，他去年从外县市转到竹山高中念多媒体设计科。哎，那你当初选校的时候有去请教他吗？有啊，关系到我的未来，当然要多了解咯。优荣学姐帮我们头二区竹山五育同德的设计群科大概介绍了一下，她说每所学校平常都会举办专题制作、化妆表演等活动，还会安排校外教学专观、专家学者演讲及毕业展等等。最后她提醒我，千万不要以为外县市的资源比较好而跨区去念，那会累死你。是啊，我哥当年就是跨区到外县市念书，搭车上学要花一个小时以上呢，每天七早八早就要起床，我都还在睡。他高中三年可是严重睡眠不足。学姐说啊，其实资源都差不多，重要的是适性学习，只要肯学习就会有资源。好家仔，我们都还留在南投的学校继续升学，将来一定为我们的家乡一展长才。好啦，别那么严肃。对了，既然都来到日月潭了，那我们等一下一起骑脚踏车环湖怎么样？好啊，体验日月潭好山好水又可运动，我赞成。赞成，赞成，赞成。该收拾，该收拾。真好啊，宿舍的地方到底还有多远啊？那边可以坐。不用担心，快到了，跟坐车。对了，被他问了。Excuse me。Where can I rent a bicycle? You know where I can rent one? Oh, sure. We're going to rent bikes too. And you're welcome to come with us. Great. And let's go. Great, great. 欢迎你跟上啦。好，交给你了。Bye, see you later. Bye bye. Bye.志浩，不错哎，可以跟外国朋友沟通，对答如流哦。没有啦，一般绘画交谈还好，没什么问题。平常有在练吗？当然有啊。哎，国三的时候，我怎么记得你说要去国外念书，将来做外语导游？是啊，我对英文很有兴趣呢。本来想说国中毕业后去 LA 我姑姑那念书。那后来怎么没有去念呢？哦，我爸说不急着去当小留学生啊。要当外语导游，得先了解台湾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
等大学毕业后再出去念，都来得及啊。对，这样你就知道该怎么和外国人介绍台湾。有什么原因会让你选择旭光呢？是因为参加了我高中时学校的联合就近入学博览会，感觉旭光的英文学习环境不错，课程的规划及分享好像也很有趣呢。那现在念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念了之后确实不错啊，我蛮喜欢视觉化方式的课程规划，同时我们学校也推动英文爱的书库，并邀请外籍老师来上课哦。还有我们学校英听教室的多媒体设备及数位化学习系统，对我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实施行动学习，人手一台平板哦。哇，听起来不错哎，感觉很有趣哦。所以我现在要向舒涵多多学习，多认识我们南投的好山好水，将来也许我们能成为工作伙伴，一起服务我们的家乡。哎，同学，大家休息的差不多了吧？那我们继续骑吧。舒涵，流血了，怎么会这样子？太危险了吧？舒涵还好吧？你痛吗？还 OK 吗？还 OK 吗？哇，这里好恐怖！还可以吗？加油加油加油！是吧？哎，忍着点，忍着点。哦，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惠慈，太厉害了吧？哪边这些东西来的？哎呀，这些东西又不重，带在身上有备无患啦。还好只是小小的擦伤。对啊，惠慈，谢谢你，你看起来好像专业的小护士哦。呵呵，别这样讲，我就是这样，兴趣很广，有空时常会去参加一些研习活动，像这些伤口包扎技巧就是从 CPR 训练营学来的。啊，我的裤子！啊、怎么了？沾到脚踏车链条的油污了。别担心，别担心，裤子沾到脚踏车链条的油污，回家后可以准备牙刷、去渍油、水晶肥皂来清除。你要先将油污刮除，再用牙刷沾去渍油来刷洗脏污。因为链条油属于油性污渍，不溶于水，所以要改用挥发性较高的溶液来溶解它，然后再用水晶肥皂清洗，这样就可以洗干净喽。假如你没有去渍油，你也可以改用煤油、柴油、干洗油，或者你们女生用的卸妆油也可以。哇，汉翔，你超专业的耶！没有啦，我就是对科学这方面有兴趣啊。记得一年多前，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一个科学展览会，那一次我表姐刚好就代表中兴高中参加。当时我表姐给了很多他们学校科学教育的资料，后来我还报名参加了中兴高中数理自由试探营。透过这些营队活动的体验，像营镜反应、彩虹试管实验等等，各项实验和活动都令我印象深刻呢。汉翔，我觉得我们回学校分享的时候，你可要多鼓励学弟妹参与这类活动，可以作为他们未来升学方向的参考。嗯，不错的建议。那你现在中兴高中应该念得很开心哦。我们学校的专题研究、科学实验都很有特色，我很喜欢。听老师说，我们学校这次想请杰出校友张玉腾博士来演讲，他现在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呢。听说他的演讲幽默风趣，我好期待哦。我们同德家乡也有一位张家豪学长，也非常优秀哦。他现在可是台中市全国大饭店的主厨呢。嗯，我也可以建议学校请他来演讲哦。Yes， 说好了耶。吓死人啦！发生什么事啦？没啦，我想说脚踏车链条脱落啦，想说我自己来修理看看，就你们看，成功了耶！强吧，厉害哦！嘿、hey, ，女生也会修车啊？哎，拜托，我外公家可是开机车行的，小时候常去外公家玩，长期耳濡目染之下，对机械就产生了兴趣啦。现在念草屯商工机械科可是很开心的呢。你不像女生哎。谁说女生不能念机械？你表姐在自然组不也念得很好吗？呵呵，好像也是。我大伯说，百工之中，机械是铁饭碗。像我们南港工业区机械人才就缺得很凶啊。
我大伯还说，我们中部啊是台湾工具机的大本营，哎，在世界上都很有名的哦。住中部念机械才是最好的选择。哎，大伯真厉害呢。嗯，女生读机械有亮点，回去学校分享的时候，你可要好好的说说。我们草屯商工机械科啊，可以让你成为机械加工、电脑绘图以及机电整合技术的人才哦。听学长说啊，以后的专题制作课，每位都必须完成电脑辅助设计制造的专题制作哦。从设定目标开始，拟定题目，然后完成作品，最后还要写报告、投稿、发表呢。整个过程都要自己做一遍，真的很酷哎。对啊对啊，而且还有各种实习哦，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电脑辅助的工具机，都要自己来的。我记得你好像也考虑过水里商工电机科吧？嗯，是没错啦，水里商工电机科也很吸引我啊。将来学会出师后，可以到电机、电子、电力等公司上班，也可以自己开水电工程公司或电器电料行呢。舒涵，还有脚踏车没有摔坏，要不然可要花钱消灾了。舒涵，你还可以骑吗？还好，应该可以。正华，没关系，我陪他慢慢骑。好，同学们，我们出发吧。我先帮大家买好车票之后，再来算一算今天每个人要退多少钱。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其实惠慈总是每次都帮我们大家管理经费的事情，哎，好像是耶，好像真的耶。这么说来，惠慈你念南投高商商管群还真的念对了。惠慈，说说你的心得吧。我对会计学、电脑应用实作课程还有门市服务课程蛮有兴趣的。学校说会辅导我们考取相关的乙级、丙级证照，还有外语检定。在学期间取得相关证照，这样毕业以后就更能学以致用，发挥所长了。还有我们每年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交换学生，我觉得不错，因为可以了解不同国家的风俗文化，还可以提升国际的视野，让自己在职场上更有竞争力。丽萍，换你说一下你念的五日高中美容科吧。大家都知道我立志要做时尚设计师，那你们有听说过坚持十年第一志愿时尚女王的故事吗？就是五育第一届美容科第一名毕业的那位吗？听说他是以繁星计划进入宏光科技大学，后来还取得美容技术士以及证照呢。没错，就是他，蔡欣安。我啊，就是要照着他的路走一遍，然后再走出自己的风格。嗯，这么有志气，你一定能成功的啊。Yes， 志气再加上我们学校 PRO 级的美肤、美发、美体、美味韵律及医化教室，一定成功的啦。另外，学校也时常聘请业界前辈来指导技术，也很鼓励我们参加技能检定，课程安排兼顾升学与就业。哎，这样你们的专业技术就能跟业界做结合了耶。瞧你说的，好像你是蔡欣安第二。Oh no no no， 我学他，但我要走出自己的风格。学姐说，其实资源都差不多，重要的是要适性学习，只要肯学习就会有资源。谢谢舒涵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最后一位学长郑华的分享。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前面几位学长姐分享的是在学校学习的心得，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在做志工的感想。因为我平时常和家人一起去南投特殊教育学校做志工，从服务的过程中来体验与学习，我觉得非常开心。尤其是服务这些特殊的小朋友，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高中毕业后，我想考特殊教育系，成为特教老师。哇！是的，这些孩子在一般人眼中看似有缺陷，但他们的纯真和美善是令人感动的。他们的哭跟笑完全没有被这个社会所污染。所以我想成为特教老师，加入这个行列去呵护他们。谢谢你们的分享，
老师发现你们都很有理想，对未来也充满盼望，实在是这些学弟妹们的好榜样。各位同学，经过学长姐的分享，你们可以发现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千万不要小看自己，高中高职一样好。老师希望不管将来你们从事什么工作或念什么科系，一定要保持热情与理想，向着标杆竭力奔跑。你们都是我们南投在地的希望，希望你们将来都能在南投在地升学，替我们的家乡一展长才。开始没兴趣，后来渐渐有慢慢兴趣，后来学校很多人是帮助，后来我不懂都会问老师。在学校老师出实习之前，然后跟我们听听书讲什么，要用心的听，然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会回来问老师。进入产业之后会油腻油烟忙碌，有时候被师傅骂，可是要忍一下，耐心一点学习东西，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师傅。学弟学妹，你们要多学习，到以后你学到的东西都是你的。所以我第一次的博物馆经验，其实就是在初中的时候练书的时候，中心初中老师带我去的，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到就业再回来，慢慢的才会开始比较焦距，说自己喜欢做什么东西。所以是在大概30岁的时候，才开始在博物馆里面觉得，我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博物馆人。就是人生有很多的选择嘛，就我自己生命经验里面也是经历过很多选择，从一个台大动物系的学生，现在变成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各位可以感觉到这中间有很多周折。但是每一次的选择，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选择不一定是对的，你会有烦恼，还感觉到有障碍感。其实那个通常是好的征兆，表示你快要突破。所以我也给我们同学建议，就是说遇到障碍的时候不要太烦恼，慢慢来，享受那样的障碍，因为障碍来的时候，说不定就是快要天亮的时候，那是一个好的征兆。